我们第二阶段这一站的主题呢，就是互拍对方的经典作品。剧本夹四位导演各抽取其一，同样写着 A 的就互为一组，写 B 的就自动配对。我抽中的是《大明宫词》，有个想法就是说延伸了一个原创的一个故事。平时他是稍微男人婆一点的，找的就是你。我没怕，不怕，不怕羞，不怕羞，再夸张一点。太难过了，咔！我觉得你将来就是谐星，应该是会超越贾玲，我觉得。我跟哲瀚，完全不认识，然后一来就演情侣。我是茉莉。哎呦，那几个名字玫瑰茉莉什么的。我是你女朋友。大明宫词，你就是学生。三个太平，你怎么看呢？第三个好些。哪儿好？你怎么就这么不懂事儿呢？仨太平，第一个出品人呢，第二个导演，第三个呢，他谁的人啊？如果他们不用你演太平，我就不演学生。我演不上了，我们分手吧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学生，学生，我喜欢你，学生，学生。